不同同桌睡觉时的反应，和好学生一桌。哎，好，老师让你上去擦黑板去，快去快去。老师，你起来点。和校花一桌。哎，大家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放的，我放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哎呀，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吃坏东西了，坏肚子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和校霸一桌。当最后一排学生成为老师，来，大伙把手里活都放下吧，给你们介绍个新同事，还得有不少老师都认识呢。李老师，老王，这回咱俩是同事，我不怕你啊。哎，王老师，这人是谁呀？这是当年学生里最淘的那个呀。啊？行了行了，别嘚瑟了，去上面坐下去。哎，谢谢老刘啊。哎，整个办公室里就你最年轻，有对象吗？我有没有对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学校好不好？晚上一起吃饭吗？不吃。哎，你们接着唠啊，这不还有两分钟上课呢，快唠快快快快快快唠快唠啊。那再说会儿，还可以这样啊。哎，这回上课到我说了，那啥，我是咱新来班主任，不用叫老师啊，叫哥就行。我没别的要求，你们只要成绩好，剩下的事我摆平，好吧？好，老师。哎，主任，你妈学生在厕所没干好事，我这孩子太过分了。你放心，你交给我，我必须找个家长，我必须严惩他。你快去忙去，交给我，交给你助理了。老师，我错了，别找我家长。哎呀，行了，整那哭鸡那出，我不找你家长。啊？但是期末这成绩能不能提高50分啊？那肯定能。回去吧，去吧。啊？回去吧。你说这点屁事找家长有啥用啊？找家长你们就能不整了吗？我跟你们所有有这个特殊癖好的人说一下啊，别老在厕所整，那多不安全呢。咱学校西南角有个小坑，我上学的时候挖的，你们上那安全。这别的事儿我都摆平了，成绩你们能不能摆平啊？没问题。上课。Oh my god！ 当最后一排学生成为老师。哎，这节不体育吗？快出去啊！哎，体育老师说他有事儿。他有事儿？他有个屁事儿啊！等着我找去。不是，你不给我班学生上课，你搁这干啥呀？我请假了。你请啥假？你有啥事儿比给学生上课重要啊？家里介绍个相亲对象，我去相亲。再说了，学校别的班都不上体育课了，咋就你班上呢？别的班是别的班，我们班是我们班，都搁这等着一节体育课，你赶紧上去。你别去，你这么，我明天给你补一节是吗？三节。行行行行，我去找姐。哎呀，这体育老师是真有事儿啊。但没事啊，他答应我了，这周给咱补三节。啊？有啥用啊？今天体育课也上不了。谁说今天这节上不上了？数学我都能教，体育教不了。走。太好了，我太酷了。大一，你那球打太臭了。哎，你俩把手给我撒开！你太不拿我当老师了吧？哎，主任，谁让你们班上体育课的？我让的。体育老师呢？
请假？请假你就私自带学生出来上体育课，等着处理吧。哎，主任，你打算咋处理我？明天教师工大会，全校点名批评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行，批评吧。额外扣你两天工资。哎，你别扣我工资，主任，你批评我行？你哎，主任，主任。当最后一排学生成为老师，你不老张啥时候能不上课吗？我给你们个机会啊，我自己出了一套卷，我不管你们是自己研究也好还是问谁也好，只要有人能把这套习题上所有的题型弄明白做对了，这个月我的课你们都可以出去玩啊。真假的？很好啊，齐健是咱班第一个这个月不用上网的课出去玩的人，去玩去吧。齐电的儿子还学习呢。嗯，没事，我再学会儿。我今天必须把这几个知识点整明白了。妈呀，现在都会自主学习了，别学太晚了。行，挺好，去玩去。瞅你那熊样。主任，哎，来啊，李老师。主任，这是我们月考成绩单。啊，这成绩不错，这属于年级中上等了。哎，主任，我得跟你反映个事儿。那九班新来的哈老师，那总私自放孩子们出去玩去，那给我们班孩子整的心都活了。那这事您可得好好管管。还有这事儿呢？那可不，主任，这事您得严肃处理呀。妈呀，那刘哥，我班成绩单。嗯。他说你最近总放学生出去玩去啊？有这事？这哈老师他们班的成绩比你班平均分多了30分啊！这让学生出去放松放松，我看也没什么毛病吧？是是是，主任您说的是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这学校多少双眼睛盯着，你能不能收敛点？得了，走了。上学时候那德行。当最后一排学生成为老师。早上好。睡觉了？嗯，老师你说什么呢？我从你的眼神当中我就能看出来，是不是睡对象了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期末不进补习这边，我告诉家长。老家长，干啥去了？干完事了吧？啊，没有，上厕所。没有吗？咋了？学校门，一上午整4回，过分了吧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啊，上午一次，下午一次，但凡是多一次，回去。所以 A 选项是有问题的，对吗？来，把你嘴里那玩意儿给吐出来，来。嗯，我说我嘴里啥也没有，上牙糖还能粘着呢，别让我抠啊，自己抠，快点。来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啊。手机拿过来，来，手机。老师，我没拿手机，还没拿吗？你有病！班级的愤怒。我管不了你了，是不是？上一边给你妈打电话去，赶紧。哦，对了，这两天咱们家长给我反映，希望我开个补课班，有不想上的同学。举手我看看。那谁能不想上啊？老师都是为咱们好。没事啊，不想上的不强求，我是最不愿意办补课班的。你聋啊？我说的是不想上的举手。不是，我不是很想上。你那成绩都啥样了？又没有给你妈打个电话。老师我不上。你爱上不上，还有没有不上的了？老师我不上。老师我也不想上。行啊，都不想上是吧？行，那这班就不办了啊。哎，老师，他们不想上，我们还想上呢。你们懂不懂老师良苦用心呢？咱班同学都像班长似的，我得多省心。不就是想让你们把成绩往上提一提吗？好像我挣你们多少钱似的。我有那时间陪陪孩子不好吗？你周六周日不是逛街就是打麻将，啥时候陪过孩子？在学校该讲的课不讲，非要出去讲，不是为了挣钱，为了啥？你不上，你别在这搅和大家。一条臭鱼心里一锅好汤，告诉你们啊，补课班除了哈哈全班都得上，
班长每周收一次钱，只收现金不收转账。放心吧，老师。你在干啥呢？完了完了完了！不同分数的小聪明，100分。啊，今天作业也太多了，这些都不用写，老师肯定不检查。你不写啊？那我也不写了。作业呢？老师哈哈也没写啊。你跟他比，他能考100，你能吗？他能回回考第一，你能吗？来，站住！80分。作业都拿出来啊！完了。没写咋整啊？懵吧！我再做点修改痕迹。真聪明。干啥呢？作业没写是不是？抄10遍啊！别。用这3支笔同调召唤。出来吧，抄作业神器。真聪明啊！59分。哎，又是59，回家咋办啊？同调召唤，出来吧，高飞试卷。妈妈，你看，哎呀，我儿子真棒啊，100，你考118分。说吧，分数怎么改的？天天就知道睡觉。他人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老师，他都好几天没来了。当老师开会时。我去开会，班长过来管纪律，不听话的直接记名了。放心吧，老师，你们都给我老实点，别趁着老师不在给我上眼药啊！后边趴桌子那个，给我起来！起床了，起床了！不是你那么小劲儿，你逗着狗呢？你给我使劲！你有病！我让他叫的怎么的？你有意见吗？现在是什么时间？什么时间啊？现在是我的时间，我让你吃你就能吃，我不让你吃你就得给我放下。班长，我想上趟厕所。不行。哎，班长，你尝尝这个。5分钟。哎，谢谢班长。班长，我也想去洗手间。看人家干啥你干啥，不好使啊！我憋不住啊。那你就往裤兜里整，我看纪律你还敢请假。你干啥去？上厕所。现在是上课时间，你回去。你要干啥呀？好的，带这步。慢点行，慢点，不用着急啊。班长，我真憋不住了。憋着。我靠！你带这步。不同分数学生道歉100分。了，你不应该说点啥吗？学习好了不起啊，连句对不起都不会说呀。对不起。80分。以为解点糖就能让我原谅你吗？你仔细看看，你看清楚，这是新款彩虹糖，上面有字母和数字，可以拼写各种意思。算你有心意，原谅你了。59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对不起，下次小心点就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干哈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至于啊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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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0分。哎，哎呀，没事儿，哈呀，没事儿。不同年级的桌面，高一。看我的桌面多干净，我的也干净。
高二，大家把昨天那个卷子拿出来啊。高三，找一下你爸啊。谁找我？不同时期学生请假。刚入学时，老师你好，我难受，我想请个假。难受就请假呀？你去问问我以前学生，谁敢跟我请假？挺着吧。一年后，你说老师，你就让我走吧，我难受呢。不行，就不行。我明天给你买好吃的。整的没用，去吧。嘿嘿，谢谢老师。快毕业时，老师，我出去一趟，今天不回来了。谁允许你出去的？你还没毕业呢，知不知道？跟朋友刚认识时，三天后，你吃过我的肠，吃过我的肠，嗯，多好吃！哎呀，我要去趟厕所，那我陪你一起去，走吧。没带作业的站起来啊！我也没带。不同关系，同桌上课睡觉，关系好的。关系一般。关系差的。最后一排学生成为老师。来上课了啊！报告。进去吧。大家把书拿着读课文啊。不复回，君不见高堂。什么呀，老师？下节课还是我回楼赶个便啊！啊！哎，这电影挺好看的呀。完了，这节还是我的课呀。哎呀，今天给大家放个电影看啊！这个绝对不是我不想讲课，是让大家休息休息，放松放松啊！When I think of you, I'm reminded of the different planes of my way. 知道你都觉得有啥？我以前考研的时候也觉得难，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宝藏。什么呀，老师？就是这个练练有词，书里直接准备好背词方法，分层串记，用493个主词串记所有的考研真题核心词，背一个单词连带记一万词，效率直接提升。我当年就是靠背练练有词一次上岸。是吗，老师？那我也要去试试。哎，大家还可以把这个办法告诉身边准备考研的哥哥姐姐啊！练练有词全部围绕考研真题，真题考的书里都有，考研常考词都放在前面，常考释义也花钱了。太好了，老师，这样我们岂不是能考个好成绩？没错，这样英语对你来说还难吗？不难了。快看，快看。不是你们，我都说了，他俩真在一起。真的假的？我没感觉。真的，我昨天晚上亲自看。哈老师，我不是故意说话的。哎，刚才说的是谁呀？那酒量不成吗？哎，快说呀！你别不说话，你急死我了！快快快快快！啊！当最后一排学生成为老师，跟大家说个事儿啊，最近咱们学校门口啊，总有一些社会上的闲散人等啊，这个事儿我正在想办法处理，告诉各位同学啊，一定要注意一下。对了，郝老师，我记得你上学的时候跟那帮人挺熟的，你看看有没有认识的，让他们别在咱们学校门口晃悠。刘哥，我是老师，别把我跟他们扯一起。行了，我想办法处理，让大家都注意点。Tomorrow。怎么了，老师？学校门口那帮人管我借钱，我不借还要打我。别人帮我，好欺负我们学生，真不好使。走，找他去。妈的，欺负到我头上了。查查。就你管我学生借钱来了？哎，哈哥，你呀、啊？这谁呀、啊？跟咱大哥说话这么硬？你不知道，这是咱们这片有名的小霸王，就这学校毕业的。就你这学校还能当大哥呀？不是，你咋在这儿呢？我现在是这学校老师啊。哈哈，
你当老师了？啥也别说了，把我学生钱还我。啊，这是女学生啊！啊，快快快，拿来拿来拿来！干点啥不好？有点正事儿，以后别让我在这看着你啊！哎。哎妈，主任你太厉害了，你咋处理的呀？咱学校门口那些小混混这两天全没了啊！我还没处理呢。啊？当最后一排学生成为老师。老师好，处对象了？嗯，老师你说什么呢？我从你的眼神当中我就能看出来，是不是处对象了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其实我不进不是这边，我告诉家长。老师，站那儿。干啥去了？干完事了吧？啊，没有，上厕所。没有吗？拿来。学校门。一上午整四回，过分了吧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啊，上午一次，下午一次，但凡是多一次，我以 A 选项是有问题的，对吗？来，把你嘴里那玩意儿给我吐出来，来。嗯，我受罪啥也没有，上牙糖还能粘着呢，别让我抠啊，自己抠，快点。来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啊。手机拿过来，来。手机。老师，我没拿手机。还没拿吗？你有病！当最后一排学生成为老师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迟到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同学们，我迟到了。那个，你知道了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回去去去去。哦，再借我本书，快快。完了，还有一分钟就下课了，最后大题还没讲。是，那肯定要拖堂了。今天食堂吃排骨，肯定抢不上了。有点菜汤就不错了。还有一分钟就下课了，都收拾收拾，准备吃饭呢。老师还有最后一题。咋的？你不想吃饭呢？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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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废什么话？咋的减肥呀？没有老师，那不吃饭去了吗？这食堂的菜我实在是吃不惯。净事儿，谢谢啊兄弟，一会儿给你好评。你太厉害了吧老师，这都老套路了。哎，主任，又咋的呢？那哈哈带头在班级里领学生吃外卖呢，这也太无视咱学校的规矩了吧？是吗？我去看看呗。来，主任，主任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又咋回事啊？哈哈！哎，刘哥，那学校明令禁止的吃外卖，你还带头吃，这也太不像话了吧？能吃吗？能吃吗？能能能。吃。当最后一排学生成为老师。来考试啊！和考试无关，东西都收好，学校门栓。你俩是不是得分开坐呀？为啥呀，老师？我来晚了。找个学习好的当前桌就能考个好成绩了。去上小老鼠的桌。这水这么好喝呢，都会喝一口呗。哎，老师，这我喝过了。没事，喝一口。这水喝多了不怕上锁啊？啊？1T2B2TC3DA 二楼卫生间，直接给我答案。哦，行。哈老师，你们就没点啥新招吗？告诉你啊，再让我发现考试作弊，以后考试成绩一律零分处理。回去。当最后一排学生成为老师。你不老张罗啥时候能不上课吗？我给你们个机会啊，
我自己出了一套卷，我不管你们是自己研究也好还是问谁也好，只要有人能把这套习题上所有的题型弄明白做对了，这个月我的课你们都可以出去玩啊。真假的？很好啊，齐健是咱班第一个这个月不用上网的课出去玩的人，去玩去。谢谢。齐健的儿子还学习呢？没事，我再学会儿。我今天必须把这几个知识点整明白了。妈呀，现在都会自主学习吗？别学太晚啊！行，挺好，去玩去。瞅你那熊样！主任，哎，来啊，林老师。主任，这是我们月考成绩单。啊，这成绩不错，这属于年级中上等了。哎，主任，我得跟你反映个事儿。那九班新来的哈老师，那总私自放孩子们出去玩去，那给我们班孩子整的心都活了。那这事您可得好好管管。还有这事儿呢？那可不，主任，这事您得严肃处理呀。妈呢，刘哥？我班成绩单。嗯。听说你最近总放学生出去玩去。啊。有这事儿？这哈老师他们班的成绩比你班平均分多了30分啊！这让学生出去放松放松，他也没什么毛病。是是是，主任您说的是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这学校多少双眼睛盯着，你能不能收敛点？得了，走了。跟你上学时候那德行。不同关系，学生管纪律，关系好的。你他妈这都不行。海少，别说了，给个面子啊。关系一般。哎，放学一会儿。嘘，别说话。一次机会啊，下次记名了。关系差的。说话了吗？和不同关系同学做同桌，关系一般。哎，中午吃点啥去？你坐这儿呢。关系好的。关系差的。过界了啊！假如学生地位比老师高，那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。下课。立正！同学们辛苦了。同学再见。哎，同学，咱们明天讲哪个呀？这个。这个讲不讲？这个不讲，讲这个。好，就这些。晚上好好备课啊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同学，我迟到了。这星期迟到3次了吧？把家长找来吧，下学期。啊，同学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都给你几次机会了，别磨叽啊，赶紧把你家长找来。你再这么下去，你不用上课了。哎，说多少遍别在走廊口了？同学，我知道你，你不九班的语文老师吗？这大个子上，去吧。别跑。中午讲，同学们，老师身体实在不舒服，请假上个厕所行吗？还有2分钟下课了，坚持一下我啊！那咱接着往下看。班主任在隔壁班和自己班上课的区别。老师，哎，我想去厕所。哎呀，去吧去吧，还有没有一起去的了？判断下列句子。老师，啥事儿？我想上个厕所。一天上800遍厕所呀！我闭了。根据以上的信息资料，行了行了，你都别说话了啊！几个机会比，说话自己说站着啊！人之间的实际关系、直观感受，过来解释精神精神啊！第三个问题。借助操作活动认识新的技术单位，签
了解。这是。老师对待不同分数家长的态度，100分。老师，您找我。哎呀，哈哈妈妈，哎，快快快，那个谁，快去给哈哈妈妈倒点水。80分。老师，您找我。哎，来了。哎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太客气了，这样不行啊。咱先说说孩子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好好。孩子最近的状态不太好。是吗？嗯。59分。在这杵着干啥呀？进来呀！看看你家孩子的成绩。真别生气。0分。啊，知道您忙，孩子的问题您就交给我。费心了，老师。哎，没事，慢走啊，慢走，慢走啊。隔壁班班长 VS 我们班班长，隔壁班。老师快回来了啊！大家都休会儿息。你就搬这些就行。太沉了吧？没事儿。走。哎。迟到了，我得记名。这咋俩这关系？下回呀，下回。那你说人人要这样，我还咋工作了？哎，理解一下。明天早点。我们班。说话了啊，店员。不是，哎，我就咳嗽一声。现在就不说话了。快搬，别磨叽。都我搬呐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不你搬我搬呐。你帮我搬那呗，班长。搬不了。知道了，地名。不是，这不还没打铃呢吗？这不响了吗？真行啊！让你不偷我当班长。不同关系，学生借纸，关系一般。哎，你借我点纸呗，明天还你。5张，明天还我啊。哎，那行，谢谢啊。关系好的。别睡了，给我拿点纸。关系差的。七哥，有纸吗？拐子，拐子，纸纸。不同分数，学生带手机100分。老师，今天我家里有事儿，把手机带来了，我放在您这儿，放学来拿。不用孩子，你自己拿着吧。老师相信你了。谢谢老师。80分。哎，手机放你这儿，老师不查你啊。老师，站那儿。没带手机啊？没带啊。59分。糟了，等下老师要来查手机了怎么办？我们用一招声东击西。什么东西？就是咱们玩帅土追兵用那招。哦，你真聪明。我们荆州家族打冀州家族，你叫我派30000白耳兵吸引火力，可惜他们没上当。你还好意思说，害得我50万藤甲兵跟他正面火拼，死伤大半才打下来。也算惨胜了吧，但凡再拉上几辆霹雳车轰他主城，也不至于这么惨吧？哎，有道理，谢谢你提醒。手机拿，大一的也是。0分。哎，那都不行，你就看，你玩手机吧，别动。你以为我不想玩啊？手机都没电了。你玩我的手机吧，别说话了。老师对待不同分数没考好，100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孩子别生气，不就一回没考好吗？没事，这题出的不对，这题出的不好，这题出的不好。80分。这么简单的题都没做上，你现在成绩一落千丈，你知不知道？能不能长点心？从今天开始啊，作业翻倍。59分。妈呀，你能考这几个分就不错了，闹心啥呀？0分。哟，这是没考好难受了吗？啊，这玩意考不考能咋的？我说的，失恋了吧？